But sir, if he refuses to be arrested, should we kill him? 没事没事，不要紧张，大家坐好。Okay, you guys over here. You there. This case is very important, you guys. Zhang律师, 这种杀人手法是他们习惯，又不是第一次。 除非凶手到法院承认自己杀人。现在三个证人都死了，三个证人，我肯定是何振东杀的，一定是他干的。阿麦，你这么说话就不够冷静了。哼，那你还说什么都不知道？ 何正东当年恐吓我，受人指使。这份报告你教我怎么写？带着这帮兄弟啊，就好像揉面粉一样，一粘上手啊，就甩都甩不掉啊。多谢了，祝你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来来来。 我一辈子不原谅你。 70岁了，我们要到死的那天才妥协吗？情况怎么样？我最恨这种手段，我一直在等，我等了20年，希望你脱离这个圈子。 到了今时今日，爸，你还是让我失望。我明天回澳洲。 是爱的证据。